多想看书一下给不多。总觉得头发扎起来以后，没有，就是抬起来都不好看，低下头就感觉不是很好看的样子。低头的时候不太好看，放下来好看。对，这个只有抬头的时候会比较好看一点，然后低头就不是好看。没有，石头弟弟问我怎么打卡，我说你给我送个火箭。问我怎么打卡，可问的太对了。送上门来了，不割白不割，我不得割一下。谢谢石头弟弟的小礼物。石头弟弟，我要的是火箭。你看错了，我没要办卡，我要的是火箭。给我充电，给我怒充1000元子。不行，下次我就逮不到你了。Thank you.
光光的还好看呢。净说它没有用，没有用的话，谢谢昨日月光的飞机，谢月光弟弟好笑。飞机可以过超级粉丝团，有没有弟弟再送一下的？
我的爱鸟，就像喜欢的鸟。今天有活动，送过一个飞机了，再来两个都是火箭哦。大家可以参加一下这个限时的活动，欢迎期待你掉。天空弟弟还有浅墨宝宝，找一下弹幕上扣一的高冷的 CY， 骚扰他一下就可以了，给他发一下私信哦。这什么手势啊？你猜？现在是新的，而且是有更新的。以前的也在里面，然后还有一直会有新的，所以可以加一下，因为我现在是包更新的。我这两天可以更一下了。那差不多可以了。没事，你先加进去，里面什么都有，你可以先加一下。有的你就不用下了，没的你下一下可以了。然后以后每一周都会有新的放在里面。喜欢看我的直播。
我觉得直播好像都没有那个什么好看，直播还一直在说话，那种都不会说话，就是一直在烧，各种烧。以前那种老火箭的那种，是不是都没有了？你看清了，超感就看清了，超感看清了，我就被超感干了。
个，怎么找到我的小号的？好的好的，能你骚吗？给别人当大哥，嗯，骚还得是你骚呀，这都能被你找到，这40000多的热度你还能翻得到我？还是得你骚，你骚的还是比我厉害一点。穿了穿了，大家可以帮忙抽2张班卡过一下一星吗？我们过一过一星好吗？给我刷个火箭，我给你看看。又回到了熟悉的拉扯环节。这个对话有没有似曾相识？给你个火箭套餐好吧，你先刷刷了给你发，先刷刷了才能干活，不刷干不了。快点给我刷一个，抓紧时间给我整个火箭。用位移还有特权防御功能，洋气死了。紫金又是什么东西？天天整点花火，看不懂的花火。给我刷个火箭，我亲自动手。我肯定能进呀，他就是一个超级皇帝，我也能进呀。我天天播好吗？我天天看你在那个青苔的直播间里各种烧，去给人家夸夸夸就是刷，欢迎大头弟弟。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你还在很多地方，你又不是我大哥，我管你去哪儿。
你都不给我消费，我管你去哪，你想去哪你就去哪。有没有你都不给我刷，你问那么多干嘛？睡觉吧，洗洗睡吧。先刷了再说吧，不刷总觉得嗓子有点干吧，说话说不清楚怎么办？初哥，你给我治治。嗓子太干巴了，喉咙老是不舒服，说不好话。我先黑一下屏啊，等我切个视角，稍等一下。我这不是已经黑屏了吗？怎么还被提醒了呀？是初哥举报我了。
喜欢的可以搜一下飞机红车顶顶哦，现在有活动，三个飞机就可以了哟。小的宝宝可以抽一下。
有没有要送一送飞机火箭地点？喜欢可以送飞机哦，有没有地标送一下的？重返心灵的鸽子，先鸽子飞机，谢谢。自找一下当不上高一的高冷的 CY 四号太小，谢谢我高子的飞机，谢谢哦。接三个飞机的火箭
三个人的时光。喜欢宝宝可以直接飞一个，还有没有要飞一下地点？一个飞机就可以了哟。前活动下个飞机是我叫。谢余生小帅哥的小礼物，谢谢。是不是你眼花了呀？告诉你别冲别冲，你非要冲，现在眼花了吧？手抖了吧？想要的宝宝可以飞起火箭支持一下主播姐姐哦。还有没有小小的弟弟哦？彪，好久不见哦。
什么都是玉吗？我今天看到一个嘎吱窝，别人说是玉叶，就是那个嘎吱窝，然后他们说这是玉叶。哦，脚是玉足。玉足只会恨你，那你想要吗？想要被害吗？嗯，谢谢大小的宝宝可以跟着飞一飞哦。啊，谢谢超管的提醒，谢谢超管，谢谢谢谢，超管辛苦了，辛苦超管了。嘿，这事整的，痛可不。今天中午出成绩。成绩吗？
改过很多次 AD， 改过很多次 AD， 喜欢可以飞飞哦。然后下次飞走好不好？可以飞走回家支持一下。哎，最近业绩那么差，哎，怕我被炒了干戈。热度热度呢，还真不靠谱。可以点点关注，秀一下的飞机哦。今天活动三个飞机是我的。
你极其的猥琐。因为我今天很超怪，在和超怪在挑战超怪，不敢伸舌头，但超怪会看看我。你们看都没有给我穿过飞机，穿完看还得黑我屏，所以说我还是不太行的样子，会为我做点点好。好，没有要求小飞叫宝宝，想要的弟弟直接飞一飞哦。送过一个的宝贝可以再送两个。应该是男生和女生一样多吧。谢谢，谢谢我们大叔的班卡，谢谢大叔，嗯啊。谢谢我们大叔的飞机，谢谢大叔，感谢大叔，谢宝宝，谢谢，是红色的，就红色的，你看一下。大叔，你不是有我的微信吗？你微信找我一下。给我发一下微信。
近是不是很红啊？还有没有想要的弟弟呢？谢谢我们一辆弟弟的飞机，谢谢。谢谢一辆弟弟的飞机。送过一个的再来两个就是火箭了哟。谢谢一辆弟弟啊。终于充值成功了，天哪！你刚问我，我可以教你啊。你用淘宝或者是京东搜索“斗鱼充值”，然后你的账号就是你的昵称 SZD216，然后充值了之后你刷新一下就可以了。对，我可以教你的医疗点点，这样你再充就是1:1，没有手续费的。一六弟弟，你找一下弹幕上扣一的那个高冷的 CY， 他老是给你退款，可能账号输入错误了吧？过一个飞机就可以再来两个，就等于是过节了哟。今天有活动哦。谢谢大叔一个飞机，谢谢大叔。谢谢我们大叔的两个飞机，谢谢大叔。是的，拥抱，是的，谢谢宝贝。
哦，好的，谢谢超管提醒，谢谢。没话哟，谢谢谢谢超管提醒。没有，但是我的袜子有问题。一直都是这个颜色呀，没换呀。谢谢我们大叔的飞机，谢谢大叔，谢谢。这两天会有新的，这两天都会有新的了。等我穿一件稍一点的衣服。当喜欢可以点关注，有条件的宝宝可以送一下飞机黄金顶顶哦。什么时候再穿睡衣？旗袍不好看吗？扣子都没扣，看，扣子都没扣，是不是很懂你们？送过飞机的弟弟，记得找一下弹幕上的高冷的 CY 私聊他一下哦，记得主动私信一下哦。穿的太少了，你是想说我穿的太多了吧？我新买的衣服明天就可以穿了，新买了好几条那种，就是好几条那种比较后妈感一点的、小妈感一点的那种裙子，看一下到了没。有一
的包裹是明天的。应该明天可以到吧。这衣服怎么运输的那么慢？那我就到的都是什么东西啊？到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啊。哦，到的都是一些丝袜。迎接今天到的，上面显示是明天才能到，如果运输的快的话应该是可以到的。嗯，喜欢宝宝可以送一下飞机后再订订哦。还有没有飞下的订订？可以趁活动补一补，比较划算。以前都是坐火箭，现在再来两个飞机 OK 了。你是江苏，我是安徽的，我不是江苏的，我是安徽的。对，江苏离安徽是很近的，特别的近，就好像你送我一个飞机的距离那么近。欢迎痴呆弟弟呀，好黏呀，这是什么？那你得坐三个才能坐高铁。没坐过飞机，你可以刷个飞机坐一坐。上飞机给我坐。
小孩子不懂，一松了你就懂了。松了手吧，小娇滴。小孩子会看这种直播吗？我可不信。充气女朋友吗？穿个鞋子不就有一气两家了吗？真是的，哼！还有没有飞翔的宝贝？想要的地点我直接搜一搜，一个小杯子就可以了哟。三个飞机等于黄金，我比他高。我168呢，小的可以飞一个，一个小飞机还没有送下地点。今天的活动好松。
告诉妈妈爸爸妈妈。你刚飞机顶顶啊，顶掉！喜欢飞机怎么讲？还要不要再飞一次？顶顶！让我的领巾巾飞一飞哦，好一个飞机哦，球包。谢南山的小礼物，谢谢。我们想要的可以直接飞一飞哦。一到地点可以再来两个，就可以加联系方式的，有个加哟。还要不要地点？这是一种吗？是这个一种吗？
好难想象的点点，想的宝宝之间飞翔。我们送过一个飞机的，再来两个就是火箭了哟。谢谢超管的提醒，超管辛苦了，辛苦超管了。就这都没有人给我飞一个。欢迎迷恋弟弟，可恶，这个没人给我飞一个，大号没分了吗？大号没有热度，小号也没热度，小心点，别被抬了。一楼弟弟，你再给我飞两个好不好？晚上要到了那一刻，被叫停了。雨山弟弟可以送个飞机，就没有人给你喊停了。今晚走哪儿杀哪儿，真的假的？我还以为是我今天太烧了，被超管针对了呢。原来今晚超管走哪儿杀哪儿，哼！大家喜欢可以飞高，我们还有没有飞一下的宝贝？临睡前套一眼，这么快就睡了。晚安，晚安。你还上班？好的，好的，晚安。这能在直播间里表现吗？不得私底下表现。招一箱，我们去，谢谢浪果树的，谢浪果树的班卡，谢果树弟弟。
给到弟弟教一下，我们去，我们去没有教官的地方，开心一下，叫我宝宝。想什么？你也想去吗？弟弟看一下慈禧，哎呀，咬不住了，怎么办？你张嘴吧，帮我咬一下。好好上课听讲，为什么要睡觉？站起来。该上课的时候不好好上课，见到你睡觉。我让你睡了吗？
冰冰冰。骚话你是没说，骚货你整的倒挺多，可要睡着了。是我红血技术太好了，还是你在偷偷的干了什么事情？你怎么知道呢？小的丁丁只增肥一肥哦，还没有小肥鸡的宝宝了。下播了，想要的可以赶个末班车。三个飞机等一会儿见了，弟弟。三个飞机就可以了，少年。今天刚好做活动，三个可以了。等笑很沉，然后呢，就不笑了吗，宝宝？欢迎巨蛋弟弟哦。有的直接飞哦，你都老色批了。我刚看到这个高跟鞋紧身裤，我叫终极女记者，然后想了一下，应该就是那个周淑怡。哇，这是你抽中的火箭吗，时代弟弟？谢谢我时代弟弟的火箭，谢谢我，感谢宝宝的火箭，谢谢宝宝。没有扣一，找一下这个扣一的，私聊一下哦。谢谢宝宝，谢谢弟弟的火箭，谢谢哦。
是抄的，你还多送了两份呢，谢谢。是你直接给我抄的是吗？还有一瞬间间看别人咳嗽，然后点进别的姐姐直播间的时候可不这么说，点进别的姐姐直播间的时候就会说啊，姐姐好瘦哦，好喜欢姐姐哦，啊，姐姐顶顶啊，嗯，是这样的吗？嗯，一看一看时代的粉丝牌就知道了，就是个老相片。都给我了，什么都给我们的，嗯，看起来好像没有都给我，好像藏的还有私货。是不是啊？嗯，让我看一看。你站起来，我检查一下哦。嗯，小姐姐，搜搜身，看看藏的有没有什么不能见光的。看有点穿个线小红，为什么？因为已经不能被认出来是个老色批了吗？好，起立了吗？那我要开始搜搜你的身。看他骚的，太骚了。好的，宝宝，我看一下哦。我都换了这个号多久了，你才发现我一点都不尽责。我每天都在我的标题上写上我的 ID， 你们都不来找我。还有没有要飞飞的宝宝？还有最后二十分钟想要的弟弟，可以抽一抽。
都准备举报了，管你呀！平时让你们举报的时候，你们不举报；不让你们举报的时候，你们得可来劲儿了，烦死了！你给我刷个火箭，给我刷个火箭，黑眼圈弟弟。还有没有小飞机的宝宝呢？嗯嗯展示不了，直播间不能展示，直播间一展示超感就来了，喜欢直接送一个就可以了。你看我时代弟弟都直接冲火箭，你送个飞机还要犹豫吗？整起来，冲冲冲！现在是包更新的，每周都会有新的。
谢谢远方的飞机，谢谢远方弟弟，感谢远方弟弟的飞机，谢谢。谢谢超管提醒，谢谢超管，感谢超管提醒，谢谢超管辛苦了。嘿，他又来了。谢谢我们远方飞机，谢谢远方弟弟。有人哦，好看吗？来了来了，宝贝，来了，宝宝，稍等一下，扣一的撕了一下，撕了一下，远方弟弟，撕我一下。还是腿好看，喜欢的宝贝可以直接搜一搜。还有最后的十分钟，要的弟弟直接飞一个就可以了哟。我看到，稍等一下。看一下弟弟啊，谢卡尔特人绝对赢不了这飞机，谢卡尔特弟弟。
宝贝扣一了，找一下扣一的，洗澡一下，快点，找一下。谢谢宝宝的飞机，谢谢，嗯啊，谢谢宝宝。500和100差多少？飞机和火箭就差多少？谢谢，我发你了。就好了，等嘴巴好了以后就可以了。嘴巴快好了，前两天这里受伤了，一直到今天才稍微好一点，明天应该差不多就可以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宝宝飞机也是。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就下了，大
还想要的可以直接送一个哦。刚刚摸白球，等一下就同意了，宝宝，别着急哦，马上就同意了。谢谢我们 X 弟弟的位置，谢谢哦。弟弟找一下弹幕上空一的高冷的 CY， 私聊他一下就可以了，给他发一下私信就好了，宝贝。小的弟弟了，其他两个人我都发给他们过了，就这一个 X 弟弟还没发，其他两个人我发过了，然后你给他们通过一下就可以了。送的话，我今天就下了哦。那我们明天再见，大家晚安。大
敲啊，私信有问题，有问题没关系，有问题会给你回复的。你怎么现在才来？我都准备下播了你才来，你怎么不等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再来？一直在转圈圈，你可以关注一下。可以关注一下，关注一下再发，应该就不会转圈圈了。哇！谢谢我时代第一的火箭，谢谢，嗯啊，嗯，谢谢宝贝，嗯啊，谢谢宝贝的火箭，谢谢。以前剧情是比较多的，以前我会搞一些剧情什么的，现在很久没搞了，有点不是很会了。以前那可是骚话连篇，现在不行了，太久没有搞这么擦边的东西了，现在就浅擦一下。剧情剪回来吧，这个需要多看点那种就是那种小小叔叔学习一下，太久没搞了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好了，我给你们放无人声的录播，嗯。